说我把切丝的工作交给他们，你有什么事要？等一下鸡肉要切小片，就水洗就好了吧？对啊，所以冲一下就好了，把它冲一下。轻松的工作交给他们，那你们来做一些比较难，很难的。什么？很难吗？没有，这有点难，有点为难哦。嗯，这比包饭团还难。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从来没有切过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这样速度好像快不起来。就我们这个可能要切一上，我们速度要再加快一点。哦哦，我觉得这个朋友我们很危险。三总，你们如果不懂的要问了，不要切下去再问了，真的哦。好，因为没有食材了，只有那些哦。好。没有，我只是说不要。不是啊，你这个为什么大小又不一样？没有，因为想说这个的，这个是小的比较快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要煮起来，因为这个要煮是吗？比较烫。不是啊，你要煮啊，我问你啊，这个下去，这个这么小要煮几分钟？这个要怎么？这两个大小是要？你就是，如果你不懂要问啊，你们不能切下去之后再问我们说你要这个要怎么弄，因为只有这样而已啊。好。哎，我说真的，我没有跟你们在玩了。你这个要切，就是你要切就切这样，你不要再给我切这样了。好。你不要再切这样了，你跟红萝卜切一样就对了啦，不要再改刀变成小刀了。确定了。确定了。确定了。我等一下再出来看一次。乖。你刚刚没有看着外面，他们那个刀都乱下刀哎。可是我刚刚跟他们讲怎么切。你那个你没看好，他们那个刀都已经有的切条，有的切丝。可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切那样很不错啦，你要给他们。不是很不错，是我们不好用呀。哎，那你等一下你稍微煮久一点就好啦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那我把这个切一半。好，那就差不多。那我们切一半，可以哈，主管。我好慌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那我这个就是都切一半啊。确定有，好啊。嗯啊，确定有。我好害怕，我害怕搞这个。不怕，就是一样。好好，一样。从头到尾一样，不要一下粗一下细。我可能要下去带团康了。你不要给我躲。阿妈好像来。欧巴。